你淨係喺你個基本喺你個施政報告第十三段裏邊輕輕賴過呢一個二十三條話做準備功夫，但喺你個一百一十項嘅 KPI 裏邊咧係冇時間表。點解係喺施政報告嚟講，我哋係講緊準備工作咧？我唔中意反反覆覆嘅，我唔中意做完一樣嘢又要再補救。國家安全係一個對敵的情況嚟㗎，係咪？係另外一種戰爭嚟㗎嘛。佢不過用另外一個手法，例如顏色革命，例如係一啲滲透，例如用間諜。呢一啲手法唔需要認真咩？唔需要諗到最好嘅方法，令到你完全唔可以埋身咩？係咪輕輕盡快解決佢，就係一個要點咧？